咱小款非常感谢咱后尾金军会，咱后尾金军会。台主来恭迎咱桃园八地宣良堂，咱的主持老柏林公。咱的主持老柏林公，在主持家会转多少人？宣良堂红团，在主持来恭请咱老柏林公，圣驾圣尊，在主持来请下岗。叶叶拥有轮回定功，众神天寿声无虚用，天公赐工月工不少，已经天运岁数几多年，代代中华民族110年，咱农历闰年过20多日，了是过到全红到大吉日，有人同八地宣良堂来恭祝老柏林公祝神圣诞元宵，大家来吉祥，要做进修，以及回家送等10周年平安又健康的，今多谢咱同八地大南公园大家来主家，大家来啊，恭喜咱圣驾来下驾。我们观众朋友往后面稍微退开一下哈，跟各位观赏庙会文化的好朋友们啊，天上水墨镜，你就不朽水墨传，莫慌老柏林公何有家，天安岁数几多年，南大中华民国110年，两时好家神红都大吉利公对咱农历论年过20多日，尤其咱同年对这宣良堂主办单位，同时感谢咱八地梁山寺八地金大娟，以及大恒太祖宫及咱关侯梁西团共同合办，在此咱宣良堂下众地主诚心敬意，大家安大一座。台主来恭请圣驾，台主请下降。来，麻烦我们现场哦，观赏庙会文化的朋友们，以及我们现场的摄影的好朋友们，大家注意自身安全。来，麻烦我们在观赏庙会文化的朋友们，尽量的帮我们抢地，来往左右两侧，来退空，
来退后，那留给我们的表演团队一个表演的空间。现场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现场的公园呢，空间有比较窄小一点啊，是不是请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注意自身的安全，第二个注意小朋友的安全，第三个注意身上自己贵重的物品，那也麻烦各位能够维护我们大南公园的一个环境整洁。再次代表我们桃园八德玄灵堂，欢迎大家到我们大南公园来观赏台湾庙会的文化。尤其咱北投县金虎爷会再次来赞助，非常感恩咱山歌团辛苦的种植树林员。现主持，那么来恭请咱桃园北地选领导，咱的主持罗伯连公再出来嘉行蛤蟆，再出来嘉上蛤蟆君。你要接着来，阿宝。别去混沌灌污条，五步相推定用名，天回地转步之车，步公大道直有连，阿在何妖就邪惊，就在消灭莫江乡，莫江乡莫江乡，来恭迎南通北地选领导，咱的主席老伯连公。带出来新歌《超级的家》，是喽。各位来现场啊，亲爱观众朋友，带出来感谢咱大舞台的哦。太子宫辛苦的教官人员，感恩谢谢你们辛苦了，非常感谢咱大汉太子宫